伙也来，开着三轮赶紧去车站，我的大篷车上还能塞下几个。好的，很急了，大姐。不，等等，肖战呢？他，我刚刚看到肖战老师去了那边。那边我记得。先生，您一定要相信我，您一定要尝试说服您的父亲。这已经是你知道。你看，不管你这次说什么，哎，老杰斯，你和谁？老先生，去去，这样，父亲，你。这是假货，尊艺术家在这儿呢，瞧多活泼的孩子们，正中下怀，合理搭配，自动瞄准，我的衣服都要皱了，想法来吧，酷，做得好，几何选，几何群鹤，想看看酷，艺术家在这儿，几何选，几何群，适当的，你的道路是什么老兄，亮出底牌，相当有趣，不是吗？让我们放松身心，好好享受这美好的一切吧。是的，他很坚毅，就像真货。朋友，该怎么？相当有趣，不是吗？香气与闪烁的。享受这美好的一切吧。接下来是分赃环节，或者说对于这